华妹仔，然后呢，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然后99那个长期招场控和管理，然后有意向的可以联系一下卖衣裳的黄马甲哥哥，喜欢妹仔的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给你们带来第一支舞蹈。希望你们能喜欢。点的关注，我是你们的小可爱花妹仔，然后我自己夸我自己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。喜欢妹仔的可以点一下那个关注，然后那个吧，我每天哇，这个数字好888，祝所有大哥们发发发，谢谢。我这个嘴巴不行呀，溜得很，一天我就只有这么一点技术了，一天不装逼心里睡不着瞌睡，就像你们一样，每天晚上不出来不当几次三秒来，你们也睡不着瞌睡，一样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嗯，
来吧，给你们走一个舞蹈。给你们跳第二个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点错了。谢谢大家观看那个华妹仔的装逼表演，还差四个，兄弟们900了，上900，喜欢妹仔的可以点一下好吗？来倒计时，可不可以点一下？4、3、2、1，喜欢妹仔点一下好吗？谢谢大哥。其实我热。大半夜的给你们跳舞都湿了，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想。反正我现在才几分钟，都已经湿了。大家再加油点一点好吗？第三支舞蹈，对，我跳了第几个了？没事，只要你们开心就好。反正你们都不想让我离开，我就不离开了呗。给你们带来第几个舞蹈，给你们带来下一个舞蹈。我这累的呀。
点的关注，然后大家不要走开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学到一个新招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发挥。来，大家那个，大家给我点一波关注，走一波六六，我给大家表演个绝技，好不好？继续。给我点个关，给我点一下，来，大家动动手，点一下关注，扣个六六，给你们表演个绝技，是真正的绝技，真的，给你们表演个真正的绝技，谢谢大家扣的六六，关注咋还少了呢？关注怎么还少了呢？关注点一波呀！我去，哎呀天哪，你看我湿了，你们又不抱我。都要感冒了，都上一次感冒了，你们都没有好好的安抚我。还有我激疯了，我今天晚上才学到了一个绝技，还有几十秒，快给你们抓紧时间，看着。一首《好运来》送给你们。太拉我形象了，我去。